你坚持得住吗？没事，快穿上。再给我打一针鸡蛋针吧，大爷！快，再快点！ 干什么的？特高科南田科长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走。
明长官，中午休息的好吗？还好，下午3点钟还要开个会。哎呀，明长官真是辛苦啊！大家辛苦啊！大家，大家，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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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师哥，你终于醒了，可把师哥给吓坏了。有你在真好。打扰了，明长官，阿成先生已经回来了。好。你来照顾一下王处长。是。我出去一下。王处长，你好些了吗？没事儿。你怎么来了？明长官不放心您一个人开车回去，打电话到76号，叫我过来接你。哎，都是老毛病了，还要你来接我。明长官对汪处长真是用心呢，听说刚才您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守着，我来了都只能在门外干等着。明长官说，一定要等您休息好了才能回去。他出去干什么了？他是在训阿成呢。为什么？明长官让阿成去给您买特效药，阿成出门的时候刚巧碰上南田科长出门，南田科长的车坏了。就征用了明长官的车，害得阿成坐着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来晚了，明长官一定是在训他呢。哎呀，怎么了？他3点还有个会呢。师哥，明长官，满城，这个药你尽快吃上，然后随身把它带着。对不起，王处长，我拿药来晚了。你还好意思说？师哥，是南田科长霸道，你就不要怪阿成了。我已经好多了，你赶快准备等一下的会议吧。差点忘了，你说我养你干什么？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对不起，先生。你好好休息，今天不要上班了。那我去开会了。知道了。事成了，收尾工作开始了吗？已经安排人住进了那两套公寓，他们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掩盖行迹。
陆军医院的出车记录呢？记录已经清楚，但是会在纸上留下新的地址印记。 有时候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具吸引，凡是做的有据可查，会让对手更无效的工作，浪费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上，直至他们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刚受了伤，敢喝吗？事成了，应该庆祝一下。 要不要到小诊所去处理一下？没关系，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伤到筋骨，而且在救护车上已经有人给我包扎过了。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好的会快一些。接下来该解决鼓浪。 南田一死，马上就会有人接手特高科，我们真正的对手就要到了。要不要把我们怀疑归疑是孤狼的事情告诉大姐？不，大姐太情绪化了，对敌斗虫经验又太缺乏。反正孤狼在家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动。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大姐知道。现在南田已经死了，孤狼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汪满春了。你千万不要轻敌。人一旦遇到巨大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加敏锐。刺杀南田，一定会惊动汪满春和孤狼。 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她的信任。哎，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她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 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南田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 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发型怎么样？真像汉奸。你现在跟明台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我们说话坦诚而已。看来我要学大姐整肃家风。 报告梁处长，南田科长坐的是明长官的车。看来刺客要杀的是明长官，误杀了南田科长。通知特高科，
收尸吧。那我们呢？保护好现场，还有加派人手到新闻发布会，加强对明长官的保卫。是，回来。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展开全面搜捕。可是梧桐路这一带好些都是政要，要不要和汪处长打个招呼？76号，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对吗？是，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全面搜捕。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将致力于世界和平，清除军阀，使难民有机会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呼吸病室入り、南田課長からの通行許可書が必要。犯人は南田課長の許可をもらうはずです。または敵のスパイが特攻館に潜り込んだ可能性が高いと思われます。この新記録は正確なものか。はい。鉛筆をよこせ。はい。すぐに仙街路29号へ行ってみよう。何か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ん。はい、はい。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我们将会铲除。我们将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力量，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我们还成立了新的组织新闻社。刚刚得到消息，您的座驾遭遇袭击，南田科长遇刺身亡。各位，我刚刚得到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反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不幸的是，特高科南田科长因为坐了我的汽车，被反日分子给杀害了。对于这种残忍的手段，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太懦弱。今天，我代表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告新闻界，对于这起刺杀，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胆敢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的反日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他们竟然想杀你！没事儿，没事了。怎么会没事呢？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南天科长被他们近距离枪杀了。文臣，说了也要谢谢你，你生病倒是救了我一命。师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你。 在这种战时危机的状态里，死亡随时会问候我。你跟我待在一起，太危险。我不怕，我只想保护你。可现在，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谁想要我的命。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从现在开始，特工总部会安排人贴身保卫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进。先生，藤田方正长官邀请您。现在吗？是。特高高的车在外面等您。师哥，我也去。不行，死的是南田科长，日本人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卷进来。 报告します。はい。藤田先生，明先生，我和南庭洋子。 一起工作了10年，刚才我在停尸间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我很难过，南田科长的不幸，本应发生在我身上。 他们不止想杀你，明先生座驾遇袭的同时，有人潜入了我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对我们保护的对象展开了袭击。什么？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转变者。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病区的病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据调查，是重庆政府安排了这次行动。这是我们。 特高科接获的最新密电，看来重庆政府想让你消失。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这一次针对我的袭击，刺客情报准确，部署周密。我觉得心腹大患不在重庆，而是就在我们身边。
我在陆军医院拿回来了这个。出诊记录。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我希望特高科能够与76号紧密合作，展开调查，尽快抓到凶手。请明先生放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新政府的安全。特内先生，由南田科长主持的特高科与76号的对峙已非遗址，我身为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袭击，能够让我们清醒过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需要协同合作，肃清内奸，绝不能让抗日分子在上海为所欲为。从现在开始，我将全面接手特高科，交接期间还望与明路先生紧密合作。已经回来了，饭应该做好了。他现在心里不知道憋着多大的火呢，这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拆了就算不错了，你还想着吃饭。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怕什么？我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儿，我只闻到了硝烟味儿。我不信他敢怎么样。明台，你阿成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去了？你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上个楼梯都会摔一跤。干什么？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你疯了！你想干什么？我要答案。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我为什么要放下？你先把枪放下，他放我就放。我不放，你敢开枪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敢？你把枪放下，让他先放。你以为他敢开枪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早晚要开出来的。这下好了，今天晚上这脑子里要一直想。枪法不错嘛。我要知道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撒谎？你没撒谎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还来？说够了没有？不让我老师叫疯子吗？他没叫你上司大人骗吗？ 孙子叫我的是军令大如天，我接到的电令是清除明楼，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啊，长官！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你也苦衷已经逼死我呀！你进军统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逼死我呢？ 我一直以为读书不信任我，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你可以找别人做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你要我杀了自己的大哥，林长官，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还受委屈了？我跟大姐都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大姐的感受？她从小把你养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她到现在都没有成家。你现在受了委屈，你就要使性子。 你对得起这个家吗？啊，英台，大哥是真的没有办法才用你来执行这个任务。林参谋带的那一组人遭遇了日军被打散了，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那电令上完全可以写清楚南田啊！你有没有脑子？你有没有脑子？电文完全可能被截获。 一旦被破译，命令是袭击明楼作假、刺杀的却是南田洋子，我们全都得暴露。明少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疯子能教出你这样的学生，他也没资格，不配当这个教官。 都消消气儿，起来吧。有话好好说嘛。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啊？东西不是钱买的呀，砸成这样。大姐回来，你去解释。家里进贼了？哎呦！ 进来。会缝合伤口吗？不会。
现在的军统训练班真是滥竽充数。不过我原本也没指望那个方子能带出一个什么好学生。大哥，我待会儿想跟你单独聊聊。以什么名义？以毒蝎的名义。那就不用谈了。任务完成的很好，回去等加奖令吧。大哥，叫我大哥是吧？啊。出去做饭。这种情况下，你也别怪他了。你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他肯定会有被欺骗的感觉。完了，是我也一样。我知道，骂两句就行了，可别动真格的。他跟我动手，你没看见吗？你都这样做了，还管人家动手？反了你们了！哎呦，疼疼疼！我现在可是伤好啊。班长，啊！今天要是从车上下来的人真是我，你会开枪吗？不知道。换作是我，恐怕也无法回答。用我抗命的枪毙。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吗？还有，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再买回来。他给。东西都是你砸坏的，你要我给钱？我是学生，我没钱。好，说到你这个学生，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怎么交代？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啊啊什么啊！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学上不成。虽然你难免会落大姐一顿数落，但你毕竟能待在我的身边，我替大姐看着你，就这么定了。到底谁给钱？这面做的真难吃。
越有钱越抠门。进来吧。一定要今天晚上吧，大家都累了。我心里有很多疑问，睡不着。你的影子像，请